依家 app 带大家游览1000个大湾区优质楼盘，市市最低有新盘特价货，即时通知你，令你快人一步。专业评分系统，百分百真实评价，楼盘一目了然，拣楼一击即中。博士 AI 智慧拣楼功能，由我为你拣选心水靓楼。无论买楼、推荐朋友或者参加活动，即时储积分换奖品，真系揿个仔有着数啊！有依家就有安乐的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同大家见面啦。今日咧，大家睇到啦，我哋只超级豪华 super 嘅游艇上面嘅 ，OK 吓。咁你知啦，我啊老顽童啦，拔足咁多爪，好玩嘅嘢我都会玩吓，尤其是同运动有关。咁咧就上一次咧，我就出咗条片啦，因为我只船就揾阿 Ken 咧黐咗个船嘅贴膜啦。好多观众留言喎，就想知多啲，因为知道原来我其实我一路以嚟都有玩下船嘅 ，OK， 咁因为船上面咧其实有好多水上活动啊，咁啊一家人去好开心吓，咁啊同埋我船咧就其实系属于公司嘅，咁啊公司啲员工咧亦都可以去享受下玩下嘅，咁咧就咁啊观众睇到我有玩船之后，咁好多观众话哇博士啊，譬如话啲船有啲观众都有兴趣喎，新嘅好，二手好，有啲话去边度租啊，又问我玩船系点样玩啊，嗱咁所以咧我就咧有求必应。我又連續咧揾咗啲專家過嚟拍五集 ，OK 嚇。關於咧呢個遊艇啊，喺香港咧，其實玩遊艇大家睇到，其實而家係好普遍嘅。即係等以前咧，我哋滑雪咧，以前滑雪就好似係好有錢嘅人啊，係啦，先係 VIP 啊，先去玩滑雪嘅。咁大家睇到而家滑雪咧，梗係好普及啦。咁我同我仔同學隨時拿塊板應該可以去融創啊，去日本啊滑雪啦嚇，亦都消費亦都係好大眾化。產品亦都好多元化，咁其實咧，而家玩遊艇咧，其實亦都係咧好大眾化嘅，即係貴有貴玩，平有平玩，亦都可以好大眾化嘅。咁咧，所以咧連續呢五集咧，我就係、大家即刻先求知嚇、即係唔好話投唔投資咧、你就算去玩咧，都先求知。其實呢個世界上咧，我沈博士嘅理論咧就係、其實任何嘢都有個知識嚟嘅嚇。咁、咧就所以咧我就希望喺我的頻道裏邊，除咗話教大家點樣買樓投資啊。或者好多運動點樣享受啊，或者生活點樣享受之外咧，我都想咧，今次咧特別啲介紹下遊艇好嘛嚇、我咁喺頻道上面咧介紹遊艇啊，真係比較少嘅 ，OK 嚇。嗱咁咧就其實喺每一樣運動活動啊，或者呢啲嘅享受咧，其實都有佢嘅知識嘅啊。咁但係咧就一定要係專家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其實如果講玩遊艇咧，對於我嚟講咧，亦都係新手。咁但系咧就我認識好多專家嘅，你可以放心。咁我一陣間就邀請個專家出嚟咧，同大家講解一下一年五集究竟其實玩遊艇有啲咩秘訣 ？OK， 有咩注意咁同埋有咩資格咧？好嘛 ？OK， 一陣間同大家見面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嘣一聲一閃，就坐咗個靚女側邊。嗱，唔好睇小佢靚女，年青貌美喎。佢其實係遊艇專家嚟嘅。嗱，我當時就同佢都幫襯去買嘅，幫襯去公司買嘅。OK， 佢叫阿 Joe。OK 嚇，咁咧就阿 Joe 玩遊艇咧，你又教我唔少嘢啦。嗱，我咧我只遊艇咧有咩頭暈身痛啊？有啲乜嘢咧？全部我咧，你其實有冇討厭我啫？即係有時半夜三更都揾你，即係船冇電，即係船冇電啦。咁同埋咧，有時我公司啊，或者我女啊。我啲即係朋友要出海咧，咁有好多時咧有啲咩唔清楚，有時都要揾佢嘅。OK， 咁阿 Joe 咁你咁後生啦，咁幾時開始做呢個行業嘅你？其實都做咗年幾兩年㗎啦、哦。咦，都唔係好耐啫喎，但係夠感熟咯已經。咁因為其實都係努力學多啲嘢啦，因為好多人都會有好多問題，咁努力去求證咯，我都想盡力。大家有啲咩問題都係問我，好啊好啊，啲嘢都會去盡量。咁啊，唔好錯個時間啦！嗱，而家我因為就出緊海嚇，咁今日咧其實會有隻遊艇介紹俾大家嘅。
沖涼啊、換衫啊，都係啲房啊，同埋洗手間噶嘛。好啊，帶大家睇下，哇！啲咁高嘅遊艇，究竟啲房係點樣？好啊，麻煩你介紹下。哇，都好新淨，真係啊！係啊。有幾個房，唔係幾個洗手間嘅。四房嘅，四房嘅，系咁有三個洗手間。O K， 我好似介紹啲大灣區樓盤咁啊。我首先睇到個洗手呢個係公共洗手間。一係睇個主人房。睇主人房先啊，好啊，睇個最靚嘅先，睇主人房先。嗱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睇睇同啲大灣區樓咩分別啊？但係貴喎，大灣區樓啊，大佬。O K， 如果你以每間房嚟計啊，除翻出嚟啊，真係貴過大灣區樓好多啲嘛。O K， 好，麻煩啦，中意介紹下。咁主人房就連埋個套廁，同埋有個側廳咁樣，咁空間都好大噶。哦，其實呢個係窗嚟嘅喎。係啊，都係窗嚟。即係開咗之後咧，如果行緊船嘅時候，會見到個海嘅咯喎。係啊，開俾你哋睇。我呢度望出去咧係 C level 㗎，好靚嘅個景。開俾你哋睇下先。啱啱喺個水平面上都。又唔同啊！啊，靚到啊真係啊！嗱，所以咧，遊艇啲房咧都有 sea view 嘅，仲要係咁一線 sea view 添啊！兩邊開曬，兩邊嗰個窗都睇到出邊個海啦。係啊，同埋個采光度都好夠㗎。喂，仲有幾過癮喎！如果出邊有啲朋友玩緊水，呢度都望到去喎，打招呼都得㗎喎。OK， 知唔知大哥呢個水缸幾大個？我目測都有百零尺喎。係啊，百零尺喎。有係啊。OK， 咁呢個就係主人套房嘅洗手間係咪？好靚仔。因為咧，你大灣區樓都係啦，我都要介紹嘅。嗱，咁啊，一個咧就係，我有少少啊。咁啊，呢個淋浴啦，淋浴一樣係光刺嚟嘅，咁一樣咧。其實就大家見到呢度一樣係望到 sea view 喎，又咁樣沖住涼，真係好似喺海度沖涼咁啊！真係犀利。OK， 好靚仔啊！咁啊，有曬啲巴灑啦。OK， 全部都係好高級嘅，有曬啲巴灑，有曬燈啊、抽氣啊。呢度有個淋浴添啊，呢度有個淋浴巴灑喺度嘅啊。係，我都要啊。咁就有馬桶啦，仲有洗。洗啤啤，咁同埋咧非常之大嘅洗手台，两个同时使用都得嘅。啊，咁唔止喎，调转望望有衣帽间噶喎。哇，系嘛？呢啲先系豪宅啊嘛。OK， 咁咧全部嗱呢个位咧，全部就落晒，又都全部都系有晒啲地板嘅。咁啊，大啲个房嗰度就系。地氈啦，好，我哋睇第二個房啦。但留下可以留意一啲細節位噶，你譬如一樓梯咧，全部落曬不鏽鋼，幾型啊，夠曬氣派啊！好，呢邊就船頭房。船頭房啦，船頭房通常尖尖地嘅。係啊，船頭房通常就第二大嘅。嗯，第二大嘅船頭房，咁啊一樣左右都係有窗噶啦，咁啊，其實基本啲遊艇嘅房咧都係有曬窗嘅。咁大家見到啊，同埋通常咧船頭房咧就仲會有個天窗嘅，通常會可以望到上去嘅。OK， 咁同埋頭先嗰度有影到咧，頭先我有電視呢個船頭房都有電視嚇，有啲海彩光，好似啲揸車啲車頭咁，嗰啲車頂啲玻璃咁啊。星河丹堤一个位于咧惠州南站隔篱嘅楼盘，12年嘅大盘啦，发展咗12年，非常之成熟嘅小区，而且楼嘅品质非常之好，户型亦都非常之实用，人气非常之旺嘅。咁究竟呢个楼盘有啲咩特点咧？即刻去片。
咁如果想睇咧完整嘅视频，马上 K 入我哋 V 加大湾区笋盘王频道啦。咁好多时候有时咧，我哋喺度玩咧，咁啊可以揭开个盖去问一下 ，hello 咁啊去打招呼。其实呢个亦都系属于一个逃生门嚟啊，大家知唔知啊？其实所有第二层顶嘅呢啲所谓玻璃嘅窗咧，亦都属于一个逃生门，即系 touch wood， 万一有任何事，其实呢度都可以爬翻出去嘅。咁啊，呢度亦都有个套厕啊，都好大间嘅套厕啊。哦，麻烦租你呢间就第三间房啦，嗬？系啊，都系有套厕嘅，都系有套厕，三个都系套厕房咯，比较细少少嘅。不过我觉得厕所几紧要嘅，因为除咗真系瞓呢间房去洗手间，你知啊，十几廿人个个嚟晒玩咧，有多时咧都可能换衫换泳衣啊。因为最紧要去游船河就系冲凉，好多人咧话房唔进嘅要多，最紧要厕所。最紧要系冲凉换衫，呢个好紧要。咁啊，阿租阿阿 Sam 所影影啊，呢个套厕。同埋欧洲船通常都会有呢个洗 pat pat 呢一个。系啊，欧洲船都会有咁样嘅，哦，几得意喎真系吓。我哋啲住嘅房都冇。OK， 咁呢度有一个大窗添。即系间间房咧都有窗嘅，啊，咁咧嗱，即系唔好睇外边睇只船，就话几十尺船啊，落到嚟个空间其实成间楼嚟嘅，即系三套房，跟住仲剩翻一个咧，就系一个两张单人床嘅。哦、即係有時候有啲人唔係 couple 啊，或者小朋友嚟到咁、哦、樣有。哇，其實呢個都是一間房嚟喎。係啊。即係我哋賣樓嘅叫做三加一啊嚇，咁呢間房都係大嘅，只不過就冇洗手間嘅啫。咁兩張單人床，好啊，呢、這個好啊嚇，人多起上嚟，可以住埋間單人床。OK， 咁啊，頭先未介紹嘅呢、這個就係一個客廁啦。我同攝制隊拍嘅片係咪好睇先？好睇咧就喺馬上撳下面呢個掣訂閱啦，同埋側邊個鐘仔。咁又有新片到嘅時候咧，喺下面呢個訂閱項目呢個掣咧，自動就會通知你，一撳入去就睇到噶啦。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，有你哋撐我，一定奮身拍更加好嘅片俾大家睇啦。就咁收收得噶啦，有個廁所 OK 噶啦。好，咁其實加起上嚟都係四個房四個廁所。是啊，其实是四房四厕的，哇，好夸张。OK， 好。哇，超靓啊，真系型啊！哇，呢啲全部原装油嚟噶？系啊，原装。我觉得灰色真的好靓啊，因为我你知道我噶都贴咗个灰色嗰啲贴贴膜落去啊，真系灰色真的好型嘅。呢只色咧系佢 Riva 呢个牌子嘅 signature 嘅颜色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、啊、一个灰蓝色、哦、灰银色咁样。系咯、啊，同埋因为灰色咧就襟睇啦。我觉得最紧要咩咧？灰色咧就襟，即系你有时日晒雨淋啊、嗯，白色有时会变黄啊。哦，系啊，系嘛，系啊，咁 啊，所以灰色真系好靓仔啊，真系。如果你勤啲保养，即系可能你一个月半个月打即系打一次蜡嘅话咧、嗯，哇，佢呢个咧系好靓好靓，你一走出嚟咧系杀晒，杀晒系嘛？系啊，即系你一拍埋成个海湾度，你嗰只船系最型。或者揾你介绍下 Ken 贴嗰啲透明系咯，又得啊，都得。咁但系你可以一年两年咁，你转一次颜色都可以咯，嗰啲就。好啦，嗱，你啊专家啦，我真系想你吓，而家喺个船面上面介绍下，即系玩游艇咧，船面系最精彩嘅地方嚟嘅，因为啲。朋友全部肯定想曬呢度去 party 啊、跳水啊、玩水嘅。OK， 佢呢一船、其實有冇除咗嗱頭先我哋個大廳啦，跟住落咗睡房啦，咁啊而家上嚟呢、這個我哋叫一樓啦。佢仲有冇二樓噶？即係冇上面企唔企到人？上高架洗倉啊！上高架洗倉、都可以上得去嘅。可以上到去。咦？應該再上去拍一拍。好啊，我哋介紹咗下面先係嘛？咁啊，其實呢度係啲功能係咩咧？嗱，佢而家就揾啲布冚住曬嘅啦，因為呢個一定會咁做，因為就係即係保養翻，保養翻佢。呢啲係好嘢啊！如果買二手咧，見佢嘅船咧係咁樣就呢啲好嘢，即係保養得好好啦。OK， 好，麻煩你啊。咁啊，依度真係主要你嗱一班朋友嚟到依一度就係曬太陽啊、傾偈啊。佢最好嘅位置咧好大啊，有台啊，即係想出到嚟啊食下雪卡啊、傾下偈啊，啲女仔又曬太陽啊，男仔都曬嘅，咁啊好開心啊！
啊，或者男仔睇住女仔曬啦，係啊，OK， 曬太陽嘅地方啦，咁啊，因為我見有好多未必有咁大可以有張台嘅，咁有張台個好處咧就睇到可以玩啤牌啊，飲下嘢超下咁樣啦，係嘛？係啊 ，OK， 非常靚仔嘅地方嚇 ，OK， 咁佢嗰度我見有啲冚，係咪有啲儲存物品嘅地方嚟㗎？嗰個講有幾格嘢見到？佢嗰啲。佢有機會係嗰啲發電機啊，嗰啲係擺喺入邊。哦，啲機啊，啲嘢。啲機械嗰啲。O K， 嗱，大家睇下，嗱，船都有水盤㗎，呢個水盤幾大隻？O K， 呢啲地板見佢 keep 得好好啊。通常冇話啲地板幾耐要打一次蠟啊，或者做啲保護啊咁樣㗎。其實如果地板你一至兩年你打一次蠟都 O K 㗎啦。係嘛？啲全部真木嚟㗎喎。係啊。嗯 ，O K， 嗱呢個就係下邊頭先個房開上嚟個天窗啊。係啦。係嘛？咁即係其實如果。开咗天窗，其实上面同下面倾偈都得噶喎，吓、啊，第二啲嘢上嚟饮就得喎。好似你嗰啲孙仔孙女可以喺度玩。系啊，肯定啊，你唔使叫，肯定排爬去都得噶啦。OK 啊，咁啊呢个就落楼啦，嗱，观众睇下，嗱落楼呢个位啦，好靓仔啊吓。OK， 咁啊嗱，咁啊吓同阿 Jo 嗰个嚟吓，咁啊通常打卡就呢啲位啊吓。啲靓仔就最。哎呀，呢啲打卡位啊，太聽力啊！捉埋男朋友啊，打翻個卡先走啊。OK， 哇，咁啊，頭先講完呢有上面嗰層嘅，不如帶大家再上去睇下天台位啊。OK， 好啊。喂，呢隻船都我咁望到而家為止啊，嗱，佢一層睡房，一層大廳，一層呢個一樓，仲埋加埋後面，如果再加埋上面，喂，都有千幾二千尺喎、啊。有㗎。係咯，哇，你諗下嗱，大家好簡單啊。如果香港你買間四房，仲要三個係套房。啊！一廳有露台有天棚，香港幾多錢？好啦，唔好講香港啦，大灣區幾多錢？哦，呢度咁上去嘅，有個樓梯嘅。嗱、啊，佢呢度咁樣有樓梯咧，原來就上天台嘅。咁同埋咧，呢度有個窗有玻璃嘅，得唔得？好重啊！等我嚟啊！等我嚟啊！你揸咪？唔知夠唔夠？好重。力的表現啊！重係好嘅，因為咧重又防水啊嘛，係咪？好，我上去先咯。哇，好正！幾正？天台啊！嗱，天台都係曬太陽喎、啊。係啊。通常點解會有天台又揸船啊？呢度其實有個台喺度噶嘛，係咪？係。天台又揸船，下邊大廳又揸船。其實如果歐洲船嚟講咧，通常上下都會有駕駛艙噶，但係咧。船長嚟講咧，話就算你大風大雨其實你越要户外咁去揸噶、哦，因為你個能見度低咧，你喺上高先至睇得清楚。哦，因為啲玻璃啲雨打落嚟，佢蒙點撥都蒙啦，係咪？係啊，咁所以呢度揸安全啲咧，會比較斜啲有個玻璃，所以會喺户外揸，即係越大風大雨越要。不係啊，我隻船都係嘅，我個船長咧其實基本冇揸過一樓嘅，全部都係上去揸二樓嘅啫。係啊，一樓俾我啲孫坐喺度玩啊打卡嘅啫。係啊係啊，最多女仔就中意喺度扮揸。扮揸船。O K， 哇呢个好大喎、啊，咁呢啲系嗰啲咩无线电嗰啲啦，当然真系出海啊，出公海啊，全部都啲无线电啦、啊。O K， 嗱咁啊 ，Jam 你影影，其实呢个空间都好大啊，由呢个位去到嗰个位，同埋呢度又可以同下边打招呼，呢度都系听到。同埋咧，我知道咧，如果玩啲游艇咧，就佢可以咧就安嗰啲吹气斜滑梯啊，因为咧如果有天台咧，嗱揸住机个 Jam 就癫癫地，佢哋嗰啲咧后生仔就呢度跳落去噶啦。有時都要跟船咧，有啲客人咧真係喺度就跳落去啊！咁另外有一種咧，佢要淘寶都有噶，嗰啲叫吹氣垂滑梯啊，咁啊可以安吹一隻擺喺度，咁啊可以垂滑梯上。係啊，嗰啲就要訂做咯。訂做啊！係啊，因為每隻船個船型都唔同，嗰啲大型垂滑梯就要訂做嘅。總有好鬼多嘢玩啊！呢度影下船頭嗱，由呢度到船頭咧，我而家就咁眼望咧都幾十尺咁遠啊！啊，好靚仔啊！咁同埋咧，睇下佢嗱，佢呢個保養好啊，見全部冚住曬嘅，所以我嚟拍咧，我都無謂叫開啦。OK， 因為人哋保養隻船好啲，咁貴嘅大佬係咪？咁同埋你見咧呢啲焗漆啊，嗱，佢呢個有唔同嘅色嘅，佢撞啲色嘅，啊啲焗漆啊各方面，同埋通常你睇啲，即係我哋買車一樣啦，譬如啲油有冇甩啊，同埋防水邊咧有冇話老化嗱，我見到係好新淨嘅。OK， 呢個船因為其實都係幾年啫嘛嚇，所以非常之新淨。呢隻就是2011年船，哇！2011年船咁都 keep 得好好、啊、喎。係啊，佢因為佢 Viva 都係世界十大品牌之一，十大品牌之一。係啊，所以佢就係會 keep 得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所有嘢保養得好好。啲材料咧係好明顯睇到係實淨好多，降水足好多嘅。
首先咧講下啲基本知識先。嗱，香港人咧玩遊艇咧，咁啊，我哋以前就覺得係哇，又要有翻上啦。身家先得噶嘛，同埋咧，成我哋嗰陣諗，我好似手，即係每個月都好用好多，需要收好多錢啊。咁其實而家香港玩遊艇嗱，好似我自己啦，我啊唔算有錢人啦，但我 OK 嘅，我覺得我都玩得起嘅，啊都幾，同埋真係好開心，我冇後悔過，同埋我覺得幾值得，因為點解咧？同我屋企人嘅關係啊，啲朋友啦，或者公司咧，都係有一個特別嘅情，即係一個地方咧，俾大家聚一下玩一下啦。尤其是咩咧？就最近疫情啊，呢兩年疫情嘅情況下。我又覺得在遊艇上面大家的朋友聚一聚，亦都是在疫情底下一個空間咯。其實照計呢排疫情的時候，呢兩年其實我看你的生意都挺好喎。係啊，其實我哋真的算很好彩啊！喺呢個疫情的關係，因為大家出不到埠啦，咁要去的地方又去不到，大家夏天嚟到啦，冇地方去又限聚令，出海有自己一隻私人遊艇空間嗬，咁咧就係一家大細啊，同啲朋友聚會就很好咯。同埋因為疫情關係咧，你出到你睇而家，哇！又大風又開，又啲空氣又新鮮，即係就唔怕咩病菌嗰啲啦，係咪先？又健康啲。同埋出得海咧，就唔係淨係坐喺度食嘢啊嘛，又會游下水啊，玩一下，咁啊身體又健康啲係嘛？係啊，而家好興啲大型玩具啊，即係好似啲泳池喺海入面有泳池，咁就幾多小朋友就算喺個海度玩都唔需要擔心。即係開只遊艇出去，再吹翻個私人泳池喺度，可以見有上滑梯喎。係啊，上滑梯。水泡啊！啲大人又可以擺啲嘢飲咁樣喺度飲啊，都可以咯。OK， 咁啊，即係成個水上樂園咁喎。如果咁講，係啊係啊。哇！老細阿船主好客氣啊，整啲靚紅酒我哋飲下。OK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你，唔該曬你。OK， 好。咁啊，哇！靚船梗係配翻啲紅酒啦，有靚女咯，係咪先？不過今日做嘢嘅 ，OK， 今日唔係出去玩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嗱，今日就天氣就麻麻啦，有少少雨嘅，但係。但係咁嘅環境底下都已經好舒服㗎啦。好，咁啊，租簡單咁講，如果我哋即係有觀眾，我有興趣玩下遊艇，其實你有咩建議俾大家？即係係咪平平地玩下先？譬如買啲二手船先。嗱，我擺係買二手船嘅 ，OK 啊，咁咪買下啲二手玩下先，然後先哇好玩啦，先買啲再俾多啲錢買啲新船係點樣咧？其實近依一兩年啦，因為疫情關係啦，同我買遊艇嘅客人咧，我諗十區其九都係第一次玩遊艇嘅。其實初入手咧，大部分嘅船東咧，都會係想揸五十尺以下，即係二級牌可以揸。五十尺以下，二級牌。二級牌揸到嘅遊艇，因為大家啱啱開始玩，梗係想買隻細細地練下先啦。同埋二級牌就比較容易考啲嘅，就算做 multiple choice 咧，就已經係可以考得到噶啦。即係只要你肯花時間去做啲 pass paper 咧。即係五十尺隻船。即係由頭到尾，如果超過五十隻就要考一級牌啦。係啦。而且咧，大家如果真係買一隻船嘅時候咧，要泊船位啊，都係用五十隻計嘅喎。即係五十隻以下咧，就係平啲噶嘛，船位五十隻係五十隻六十隻，我唔記得咗。其實泊船位嚟講，就要睇翻你個船會啦，因為多數都係計翻尺寸，佢唔同尺寸就唔同價錢嘅。但如果你話可能泊啲好位啊，或者你去泊啲等位嗰啲咧，咁就可能。我哋橫風橫雨，橫風橫雨啊！會啊會啊，我哋停一停先，嗱呢啲照出鏡啊，好玩啊！我揾個第二個位，揾個第二個位，係揾第二個位。我哋冇，我哋冇，我哋冇。